家好，欢迎来到金融世界，我是老胡。终于来到最关键的时刻了哈，那个抽铃铛啊。然后我这支可能会多抽几个哈，多抽几个这个仓库里面的哈。好，因为现在主流是神子控场了哈，神子跟亚跟清崎控场哈。尤其是那个清崎的特化哈，流派了哈，流派，清崎的流派现在是最主流哈。好，来看一下数据哈，一样哈，妹高灵巧低，然后铃铛目前是这些哈，这些啊，反向抽啊，反向抽来夹。两个，嗨，来，哎，金金，还好，好，还好。加康，咦，两个。然后大家给减加减推了哈，给减爬了哈，加减推，加减开啊哈。我们来开刃哈，刃，不亏的，不亏的。来，十连抽，没有，哇，好烂哦，哇，怎么那么烂，果然烂，这个好不很烂啊，三井又一圈。但这个号大概是也都到手了啦，只是说没有一些很特殊的角色哈。那看到现在连个信赖都没有，圣赖都没有哈。可是这有五天的哈，有一大的哈。来，我为什么有23个我都不知道哈。来开十连抽哈，这才是关键啊。哦，有他有五两颗，谁？哇，十连三成跟翼龙哎，哇靠，不错哎，再来啊，再十连抽，又有了，哇，又两个，谁？孙四，啊，金龙。OK，OK，OK， 没关系，我们还有三个。开，啊就没有了啦，太少颗了。金金，居然全部开完没有圣奈，这是有够夸张的哦。我来看一下音节有哪些哈。全部看完都没有看到圣奈哈，孙氏哈，这一次终于拿到孙氏了。孙氏不用讲了哈，这旧孙氏其实也不错了哈，这个不错，就是输出啊，这输出算高啊。然后我们来九阵，哇，这个神点，第一次看到哈，明藏神功，无体无属性攻击，不要理我的人。明藏神功 ，OK， 当打手用啊。少人用就废物了。哦，骑着翼龙哎，这只盾还不错哈，而且它的攻击也不错哈，它是撞的，还不错。物理上升了。只是他是应该是因为他是四级的角色，所以他拉的也算还不错，可是他的拉并不是在奥义里面，他是普拉啦。哎，这只应该是比较少见到了哈，有人抽到的了哈。密，我不知道十天三成是密教，他是补，我一直以为他是补士啊。十天三成密教，来我看一下，疾风的指挥。
对单一敌人的攻主舰攻击，哦，他会因为攻击吸收全体，给全体恢复，追加封锁性效果，还有辅助恢复速上升，哦，效果上升，又打又补就对了，哦，哇，那真是厉害，要值得一拍哦，哦，到时候再来拍，然后应该就还好了。有人在练这一支啊，好，就是内藤之外可以成的盾这样子。普森，啊，这个也要测啊，哈，这个另外一支有测到，也有抽到。然后这一支特别的噪音，哈，特别噪音。好，那我来把剩下铃铛都抽出来。这次也拿到反步钢浆血灾了哈，这次是可以破坏全体，哦，对方不能速写剑降木奈法案，哦，是一支辅助型的攻击手了哈，辅助型攻击手一样，哦，全部抽完没有剩奈哈，我们就把剩下铃铛都抽出拿出来抽哈，如果真的没有办法啊，就只能。在思考圣奈要给谁啊？这次把剩下铃铛都拿出来抽，哦，因为目前所有的强化的角色啊，都是需要一个神职去做主控。那你交给电脑，有时候那就是不稳定哈，哦，没有玩家来控。把铃铛领出来，哦，他有些道具要领出来。这个分离带，然后上等助臂，听说有个很邪门的东西，就是这个随从的宝箱，这到底是什么东西啊？听说是个 bug 哈，哦，你选不到它，是个 bug。OK， 好，我们把剩下的一些铃铛领出来啊，不要再空着了。神使的方子领出来，好不好？然后这些哈，哦，领出来没有用了，占空间。好，来四三个领出来。补两个，然后补一个。等一下，这个不是要这个，乘一个。刚刚那个是指定的铃铛哈，然后指一个，指三个，补一个。哦，还有教本箱哎哈，体力药，赢一个，哦，我怎么抽不到神来的邪门？哦，买了一个要先领一领，哦。好毛嘞，五，那些都是因为活动啊，小活动啊，那就送了，啊，或者是一些登录的，啊，比如说你有登录啊，登录他就送这样子，问题是就会卡住我这个赠与箱里面哈，啊，
太多这种。哦，然后看到没有？检查一下。哦，太多东西了。太多东西了，这边呢，我们把毛给出来。啊，像最贵的那一个铃铛，其他那个底子他有送，最贵的那个底子他有送，超送。可是有些人可能太晚回来，然后就没有领到。他那个有的好像是登录送哈，有些人说啊，那个会不会铃铛太少哦？就基本上。只要有在登录的话，纸，好，我们开个纸好了，纸，好，我的纸拿掉，留一个这样就好了，留这个跟留这個、留上面那个，好，留这两个这样就好了，其他把它领出来，对，好，这样啊，再抽一波哈，再抽一波，好，第二波。我觉得还有十个哎哈，那这个我们可能要稍微介绍一下那个铃铛，上，怎么解锁？就一个一个往下打，往下打。你没有把前面打，下面后面怎么给你？好，来，我们来看一下铃铛哈。我们现在抽什么呢？好，我们现在抽纸好了，抽纸。纸的铃铛 0.27 哈，算比较高了哈。可是这边好像没有声带哈，有没有？没有，没有声带哈，没有声带，好，没有声带。是没有生来的哈，是以前的铃铛啊。要安分守旧，好，从最早期假0.5啊，到这样，现在到0.2了。这个是0.27有早期的哈，来值三个哈，开，哎，有大玉哦，一个。好、哦、线路 ，OK 啦 ，OK 啦，也不错啦，好。好，我们来看银啊，0.25，哦，有高阶一点的，这时候就接续进来了啊、哦。可是有没有圣奈？有圣奈，有圣奈哈，有圣奈哈，就有圣奈了哈、哦。有圣奈了啊、哦，好，换安什么进来了？到0.2，0.5，好，到速振也有了哈，速振这时候进来了，好。赢两个哈，哇，两个小金，好，没有哈，来再来看卯，赢卯，卯应该要有了吧，0.23呢，直接有五田生奈哈，0.23，太原显哉，不翻上进来了啊，啊秀吉，庆智哦庆智，还有三股哦。开始高阶进来了，远飞佐助啊！哦，毛来毛哈，两个，哇，小金。这些其实都是拼 cost 的啦，压低 cost 的，真的要开出什么令人惊奇的就不容易了。哪一层？哦，0.22的啊、哦，大概圣奈也有了哈。好，
没有，蓝，哎，金灯啊，金的也不错啦，铃木中了。好，再来我们来看四哈，乘四，啊四，是直江，看到直江，看到圣奈也有哈，来梦幻金川来太郎哦，一些比较特殊的角色都进来了啊，很多正经啊，还有这些哈，翼龙啊。反部刚将军在，好，我们开个四啊。圣奈有这么难啊？哇，这三个蓝色，天哪！哎呀，好，那我们来开一个零散的五啊，十颗，这证明我们圣奈真的要用那个开了、啊。现在真的要难开了，完事了。我还想说，圣奈可以用那个开的话，我就不能再开别的了啊。哎，五号，我是目前比较新的哈，那降到0.2了哈。有圣奈哈，有圣奈，一直抽不到哈，很邪门哈，一直抽不到圣奈，其他都抽过了就抽不到圣奈啊。这个奈币奈佩朗哈，招比奈奈朗哈。然后服部分他没有转过，还有前轮正大股没有抽过，大股是新的，九正正是抽过了，三股也没有看过，没有抽过，和田好像没有，红井好像没有，爱姬没有，元妃没有，其他大家都抽过了，好，其他大家都抽过了，就这几只啊，还有几只。来，看能不能再抽到新的啊！我开，哇，又没有大吉了，厉害，命啊，注定的。突破一堆了，好了好了好了，那就我们就把圣奈开了好了，我们把圣奈开了，给大家看一下四级怎么选。系统给的当然几率低啊，你那个氪金的会比较高一点啊。然后我们把这三个纸拿出来抽掉哈，来纸纸纸纸纸纸，来纸。三个哈，这是0.27的，最好没有圣奈吧，这是没有圣奈的哈，要赢之后啦，赢之后，
好的，那我们就把它开在这只好了。好，开在这只好了。等级是五啊，等级是五。开，领出来啊！啊，领出来啦！等级四，来看一下等级四究竟可以选谁啊？点了，特别召唤你。好，这边，好，可以看你要谁，好，艾姬啊，魔女啊，纳凉啊，哦，冬装新春啊，哦，人狼直帽啊，哦，和我在家里，好，这个特殊的话就是一些你要花钱买的，哦，取消，然后大友家呢？安泰本，哦，第一个高桥，哦，第二天代高桥，这个是之前大家蛮喜欢的。取消，龙造世家呢？安泰本，金啊，哦，江口，江里口，波岛，哦，取消，哦，金也是早期很受欢迎的角色。老金家，泰本，哦，直。岛加九，然后上三家 ，Table， 啊，这三个，啊，右键取消，然后五点条北条家 ，Table， 啊，风魔幻安四康，啊，取消，啊，然后金川家。Table， 议员太原雪灾招平太太郎啊 ，Table 取消，织田家哎德川家 ，Table 无部半藏本多德川家康啊取消，织田家信长秀吉庆次。哦，还有很多呢哈，来看一下齐藤家，齐藤家 ，Table， 道山光安齐藤一龙，哦，取消。早仓家哈，早仓家，哦，大谷吉继，早仓义景中低。前景家 ，Table， 长政、久政、十田三成，好，那就见，取消。一贺家，百地、藤岭、三谷三竹法，哦，这个厉害哈，三谷啊，可是我都没有抽到哈。而且比你要氪金啊，哦，一贺家 ，Table， 哦，就取消。竹里家，啊，哦，一挥一招和田为证，哦，一个家大概他就排三个钱，好，哦，大名。高级的武将，三好家，长庆、九秀、同井啊，哦，杂贺、Table、孙四、孙六、铃木重一啊，哦，
下，真田家，好，真田家，好，真田昌信，好，信村元备总村，对吧？取消。伊达家，啊，正宗片仓爱基啊，爱基是这边，这边有个爱基啊，有两个爱基，这边有个爱基，特殊里面有一个爱基，好取消。然后再来看一下特别的哈，特别 ，Table， 啊，这是星光秀了啊，星光秀，秀吉。纳凉秀吉，纳凉女，魔女啊、哦，魔女真理啊、哦，爱姬啊、哦，爱姬，农姬啊、哦，农姬，信村小松姬，掌中武元清，宇正之孙氏啊、哦，这个是新的孙氏，双尾猫肩带人狼直帽啊、哦，和服凯，和服凯真理啊、哦，这是凯真理啊、哦，不是魔女，魔女真理啊、哦，这是凯真理。和服凯尼，还有希望之日农机，野望之日农机，这也是不一样的农机，农机好几种啊，像来再来我们就是要武田的啦哈，这次的主要目标是这个信玄有，信浓有，胜赖啊，胜赖，胜赖有这么难拿、啊、拿取，好，我们要胜赖哈。武田家，好，武田家拿武田胜赖铃铛，好好取，然后武田铃铛只能取武田胜赖，好，胜赖100%，好叫。OK， 好了，有胜赖了，来登录，我们来看一下胜赖哈，这么难搞，胜赖是军血啦，我跟你讲，这个，哦，这个，它这个是对全体发动火属性。速耐性，还有降低物理跟速耐性，增加一个，还增加一个四气域耶！我靠，那、啊、这个如果搭孙六，不就很厉害了？孙六也是哈，孙六，那就要把孙六拉起来，再加上连胜来这两个，哇，不错。然后他还可以用智力去叠他这个奥义。好，那今天影片就到这里，欢迎今天再分享，看一下留言评论。召唤司机啊！啊，那狗屎运不好啊，狗屎运不好。好，那喜欢我们影片，记得订阅哦。欢迎来到新的这一方，我是老郭，下期再见，拜拜。